哦，各位，我的天哪，夏天未免也太热了吧！如果你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的话，你一定跟我一样，夏天最佳的选择就是情人果的冰棒，再配一根旷世奇派冰淇淋的冰棒，作为一个完美的收尾。同意的欢迎在下方留言加一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的天气真的变得爆炸热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想要开冷气，但是我想到北极的北极熊正在哭泣，我就不敢开。你想想看，你正在开冷气的时候，哇，冰块正在融化，北极熊在打传说对决的时候，发现他家里裂了一个洞，整个人都快要掉下水里，你怎么忍心开冷气呢？专精菲尼克大业，我是 BBCC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玩的是传说对决的人气王。我不得不说，他真的是传说对决的人气王。不论传说对决怎么修改，削弱的部分一定有艾里的份。还有每次只要一有传说对决更新，下方一定都会留言啊，不如我们把艾里给删掉。还有每次只要出新英雄，噗噗恰恰的留言区总是非常多玩家关心这位以前凯撒路最 OP 的英雄。虽然现在艾里呢在凯撒路体质输非常多英雄，不过他有非常优秀的位移能力，看我直接哇一个空招在空大，先示范给你们看一下艾里的大绝招就是这么可怕。他刚刚只要被我大绝招一定住，他应该差不多会落塞在裤子上。这个时候伯顿来，伯顿失误，没有看到这么多人寒冰制裁冰棒丢了下去之后，我把这个绿巨人玉米直接融成了冰棒。说到玉米，你知道吗？每次去夜市，我真的非常喜欢吃的就是烤玉米。我真的觉得以现在的夜市，我说以台中的夜市来讲，现在夜市每个东西都超级贵，只有玉米两只还50块，在这么 CP 的价格，欸，现在你看你要买一份可能，德国猪脚嘛，小份的就要100块，里面没几块肉。然后你买玉米的话，好大一根啊，可以吃超级久的。烤玉米跟水煮玉米都是我每次去夜市必吃的东西。还有大概就是买那些水果，水果摊还真的是超多的。夜市还有什么东西，其实我就不知道。其实每次去夜市逛了一大圈，我也是都只买这两个吃而已。你觉得夜市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。以前在大学生的时候，超级喜欢吃烤牛排的。可是呢，在经过新闻的非常多报道之后，那些牛排好像几乎都是组合肉，还是一些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肉，渐渐的就没有再吃，就偏这种小吃为主。而且最近又在健身，真的是吃的太健康了，哇！发生了什么激战？你知道吗？在这场游戏开始在读取画面的时候，我就发了一个誓，这场假如输的话，我真的可以把传说对决给砍掉了。应该说那个瑞克也要跟我一起砍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，现在的凯撒路竟然是夸克的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各位，夸克现在都可以走凯撒路，应该请那个伯顿至少也去打个凯撒路，让夸克打凯撒路，他要怎么对抗那些英雄啊？加油啊，瑞克，你真的也有输不得的压力。如果这一场是打野就好好了。卡芬尼没有瞬移，那直接他刚刚滑了过去，是脚他的技能还是什么？应该是脚技能吧，应该不是瞬移。瞬移有这么快吗？刚刚不是才开过瘾？我们来看一下中路，哇，超美的造型，先吓吓你一下。卢米亚最美的造型，哇，我们两个真的是超级没有默契的。对面的熊猫他也感觉前期被我们杀掉一次，大概现在就是一只乖乖牌的熊猫。话说我都还没有去过台北的动物园看过熊猫，也不知道台北动物园现在还有没有熊猫。熊猫还是猫熊，管它的，就叫熊猫，就叫祖卡就好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安心，哦，胖达跳了过来，不不恰恰开了一个大绝，我用一技能追上去，再来一个手里剑，空招的祖卡再度被我关回的牢笼里，吓死我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使用快乐的艾里连连看，哦，我的天哪，哦，各位，这礼拜超开心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这礼拜六日应该是没有下雨，而且我现在要准备收拾行李，在做完这一支影片之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下礼拜一要去上海，应该说是去看比赛，5天要去看第五人格的终极冠军赛。到时候呢，会在 IG 分享一些在上海遇到的奇迹的事情。如果你想要看布布恰恰的生活的一些照片的话，可以追踪一下布布恰恰的 IG BUBUCHACHA_OVO， 有非常多精彩的。哎呦，这个祖卡在干什么？再见，一刀把你劈到爆，直接变成170块。对面的祖卡虽然跟我一样，艾里都是非常冷门的两只打野角，
不过呢，这只竹凯也玩的，我建议他还是去打凯撒罗，感觉 gank 非常多波都失败。哇，魔龙直接被当成养分埋在土里，魔龙非常生气，他想要打伯顿，可是他找不到伯顿，只好拿我们出气。那我们就把这一条魔龙收到我们的宝贝球。哇，好玫瑰花，我超级喜欢这个卢米亚的情人节特效，真的超级帅的。哇，这个龟派气功好，这个时候再度抓到了对面的卡芬尼，卡芬尼一直在失误，同一个位置抓了他两次，哎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卡芬尼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加油啊，克莱斯！我们有克莱斯，几乎就能一半了吧？我觉得克莱斯是现在蛮猛的一个坦克，他大绝招只要真的开得好，前期塔杀就是靠他冲进去用那个超强护盾在坦。不过现在呢，克莱斯遇到海亚应该会被直接射的不要不要，海亚那个真实伤害真的是超级讨厌。我觉得现在传说对决最强的三只射手，第一只是卡芬尼，第二只是海牙，再来就是特尔安纳斯，真的只有这三只射手在称霸传说对决。你同意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加一。哦，这卢米亚太可口了，就像夜市的沙威玛，就像台中的风人冰一样，好想吃冰哦，各位。最近在减肥，我不行，我不行乱吃那些冰。伯顿拿的那个该不会是绿咖喱冰棒吧？也好久没有吃绿咖喱，加油哈，瑞克！你打一个夸克，该不会你要被他击杀掉？熊猫来喽！我要制裁把收掉，应该有收掉吧？我非常讨厌伯顿，我觉得伯顿会玩的真的超强，他不会玩的也超强，他就是开着他的二技能在那边踩来踩去就人头了。我知道这礼拜六日非常多人的活动，一定是去收看《复仇者联盟》的最后一集。哦，今天看新闻我觉得蛮厉害的，复仇者联盟呢最后一集呢破了台湾单日票房电影的记录，哎，哇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，而且它还是在礼拜三首映哦，如果在六日首映，我看那个记录永远没有人能打破。这个时候卡芬尼想要放风筝，哇，这个卢米亚大绝放的真的好，哇，这个伯顿太厉害了，用一个绿菠萝面包直接把我们给关起来，可惜布布恰恰直接追了上去，使用一个冰冻制裁从卡芬尼头上直接敲了下去，他就被我敲回了温泉塔泡温泉了，各位，哇，好刺激哦，各位，那继续的把魔龙收掉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在玩传说对决的时候，为什么大家都不打魔龙？我觉得现在魔龙前前能力我觉得非常强，而且全队都能收回，有经验值，而且又有金钱，再重要的是攻击对手英雄的时候又会造成一个额外的魔法伤害，这么强的能力，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你遇到一些莫名其妙打野，他们就是不肯吃这一条龙啊，各位。我拿 buff， 谢谢。你看，我来帮内奸配音一下。哎，对面的主卡等级还蛮高的，前期被我们杀成这个样子，还可以跟我差不多等级。好的时候，夸克再见，来一个大绝招，跟瑞克一起把夸克给击杀。两个克莱克去，差点又口误。我真的觉得这次的尼尔圣典真的是很令人讨厌哎。你看瑞克的武器哦，还有那个奎伦的武器。他们两个的武器就故意开始特效做，就做细细的一把，然后要逼你把赞尼尔圣典练满之后再去抽他们的武器。这些小配件真的是会让人气死人，他就是故意一直都不要做武器，都把它做得很普通，反正就把它做得很细，然后逼大家赞尼尔圣典一定要练满，真的是超级讨厌的。现在很多英雄感觉就是你花钱买那种超贵的造型，然后要抽他一大堆配件，不是头发换一个颜色呢，就是武器变得更大一根呢。难道说传说对决已经没有梗可以再做新造型了吗？以前新造型我真的觉得大家都会买，而且我不得不抱怨一下，最近传说对决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累的。你玩到后期晚上的时候，这动不动就是来一个红灯红灯红灯，都不能维持在绿灯，不然就是黄灯在那边漂移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瑞克看到卡芬尼从我旁边跑出来，结果他完全不去击杀卡芬尼？瑞克，你在蹲谁？还是你在打什么邪恶的野怪吗？已经很多人从你前面蹲了过去，好，冲上去之后呢，大绝招伯顿虽然帮他开了一个护盾，但是没有用。哎，我真的觉得那个
恶搞击杀特效超级好笑。你有没有看到我在击杀别人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乌鸦，那个好像是战念圣典的特效，击杀别人头上会有乌鸦在那点点点。因为我在看樱桃小丸子嘛，然后在回程的时候也有个回程的恶搞加速特效，就是会一直，应该是放屁，应该是放屁没有错。然后我不小心开到大绝，我太紧张了，我看到卢米亚，我刚刚想说我要直接贴身冲过去，直接给他来一发刺激的，没有想到他就这样轻轻松松的，他也不用躲，因为我完全就是一个空大，各位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使用我们的爱里连连看哦，最近夏天天气超热，我没有开冷气，我好想吃水果，好想吃芭乐哦，各位。我夏天超爱吃芭乐，而且我真的觉得芭乐有分两种，一种是超软的，有些人真的喜欢吃软芭乐，可是我喜欢吃那种硬硬的芭乐，然后尤其是还要在冰箱的那一种。我朋友他就喜欢吃软芭乐，每次去夜市都要赌博，明明就跟老板说，老板我要硬的芭乐，然后老板就切软的给你，然后你就要哦天哪，这时候就要把芭乐给喜欢吃那种软的朋友去吃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吃软芭乐，可能就是各有所好吧，就跟哈密瓜一样，总是有股哈味。夸克再见，我这个闪现叫的真是好，不过太拉了，拉的太歪了吧，宝夹。话说回台湾之后，我一直都还没有去玩夹娃娃机，我到现在连一个东西都还没夹起来过。如果娃娃机等级的话，我现在等级应该是零级。台湾的夹娃娃机真的是超级难夹了，好吧？那这个时候我们艾里又来喽，推进去啊，各位！哇，这玫瑰花特效真的是太帅了，这都他点不到，需要小兵一起来帮忙来回旋手里剑。克莱斯其实开护盾都开得蛮好的，我的夸克把我们的小鱼人吸了过去，和平啊各位，不要打我们的小鱼人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一座高地塔直接推掉，两座塔推掉，胜利至少要提升了 87%。 我方派出超级士兵卡文尼，如果刚回力镖丢到，我就会冲上去直接开大把他给击杀掉。哇，完蛋了完蛋了，阿莱斯特在塔前直接被包围，好热闹。我这血量也是蛮危险的，大绝，我直接被秒杀，我被艾里一个粉红菠萝直接秒杀。一个激烈的凯撒路会战，在复活之后又有一波激烈的会战，熊猫又来了，快逃啊各位，熊猫怎么打这么痛啊，感觉他前期什么事情都没做，怎么一棒也可以把我打到快残血，吓死我了各位。好，开了大绝招之后我来喽，好可怕，我的血量太刺激了各位。最近在玩混沌大乱斗，玩久玩习惯，我都会跟把一些角色重叠，玩起来就是怪怪的。对面卢米亚杀到无人可挡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，他到底是怎么杀的，还蛮厉害的，果然是有这种限定造型的人玩起来就是不一样。哇，卢米亚真的太高了，他的那个高跟鞋。夸克你在做什么，夸克回来啊。哇，丢出一堆粉红炮弹，他究竟要去哪里呢？推起来推起来各位，哇完蛋了，我被主卡一棒直接给敲死，卡芬尼一个大绝招2747，这是主卡暴击2747吗？主卡拿了什么装备暴击暴这么大，好可怕。不过三塔其实全爆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是获胜了，传说对决真的很难，三塔之后一起翻盘，尤其是这种路人场，我觉得职业战队是有可能啊，因为大家可能会集结后期直接拼一波大的。克莱斯你直接开大就可以，拜托你开大，你看你看，有个乌鸦在他头上飞来飞去，超级搞笑的。克莱斯现在有大绝，克莱斯往前一冲，我们把卢米亚直接击杀掉，其他人完全不是问题。凯撒路的夸克真的能赢的话，真的是我得把桌子给吃，怎么好痛，祖卡你真的太痛了。还有一次机会，复活起来之后把塔直接推进去，卡芬尼被定住之后缴了一个瞬移，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大凡人。好吧，在最后我们都被击杀的情况下呢，瑞克跟凡人就赢了这场比赛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对影片按下喜欢让我知道。好想吃冰哦各位，可是我要减肥，我要努力下去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拜拜喽各位，我们明天见。 MVP 竟然是克莱斯，太厉害了。